承者最慷慨的导师文森特·博斯克传授神技，先做个好孩子。博斯克，他是这个星球上目前唯一一个世界顶级赛事全满贯的足球教练，他带领西班牙获得世界杯、欧洲杯，带领皇家马德里拿下欧冠冠军奖杯。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小球员，博斯克送上超级大礼，这就都是历史。1920年开始，还是真的。哇，是要打开吗？打开保险柜，款待中国客人，让大家亲吻西班牙足球的珍宝，世界足球的顶级荣誉——大力神杯。